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本期看点，黄晓明、杨威、邹市明、韩东君和妈妈一起来拜年，多子多福。哇，里面包的是 Angelababy。 湖南传统的特产何老师。妈妈新年寄语引全场泪奔，杨威是最帅和最棒的儿子，他好，我高兴啊，他快乐我就快乐嘛，都不忍心叫小明起床，我都不舍得叫他，真的。妈妈的最爱你会唱吗？哇，这样子思乡的人儿始终在外头，不过是个重阳节，干嘛始终在外头？始终被讨惩罚，他们怪招频出。懒渡望洋海，吼嘿吼。九月九，你越让我指那边，我越不指那边。年轻人知识大会考，为了妈妈，他们拼尽全力。我一来，刘总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裤子系紧。有人踩着我的头过去，他用屁股袭击了我的下巴。热门青春偶像张天爱、盛一伦、于朦胧、郭敬诚用力助阵，他们大秀武技，人体拼字嗨翻全场。我是一横一撇，嘿，啊，不对，敬诚你再别动，不是的，不是的，来往下走。啊，土啊，将军土，哎，这个是我们最强大脑杜海涛，是不是小三儿？脸很大，那么一个口。哎呀，我现在大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一直在说这个字，你什么？哎呀，我不知道。大本营陪你一起闹新春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集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晚上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明天就是除夕了，过年喽！希望大家常回家看看。好像啊，那你终于这么扮上了，太舒服了。你知道，一看到这样的扮相，我就觉得根正苗红。你这样，其实你是看到我们的吗？就是眼睛不清楚。对，你知道，因为明天是除夕，其实呢，按照道理来讲，基本上很多的朋友现在已经回家，回到家了，或者是踏上回家的路。我感觉我一回家吃饭就胖了。哎，那个跟回家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关系，对吧？我这不是找一个借口。对，既然这个团圆的时候到了，我们今天呢也特别请来了四位好朋友和他们的妈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从我这边先来好不好？首先呢是我们的世界冠军杨威，欢迎杨威。大家好，大家好。杨威介绍一下，刚才为你系上这条温暖的红围巾的是？这条温暖的红围巾是我的岳母、丈母、丈母娘。啊，
杨云的妈，我老婆的妈妈，杨云的妈妈，这个是杨洋的外婆。他刚才差点前面的抬头，他刚才差点说错了，这就是我的岳母娘的妈妈。好紧张了，反正就咱妈就对了啊，咱妈。来，妈妈，妈妈给大家问个好，妈妈给大家问个好。大家好，我是杨威的妈妈。怎么还电我一眼，妈妈还电我一眼，这还得了。好，接下来是我们快乐大本营的好朋友，我们大家非常爱的小明哥，欢迎黄晓明。那个跨年的收视爆点就在你那儿啊。对，因为我说一句祈祷话。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在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所以我发现我只有说青岛话的时候大家才喜欢。哎呀，别你是说青岛话的时候我们更加爱你。对，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位不用多介绍，因为随着我们湖南卫视这个旋风孝子的播出，其实小明跟他的妈妈已经成为大家心目当中一个黄金搭档了。对，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称号了。妈妈，新的称号，来叫一声，来明哥。他是你妈，你是他哥，你们家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以前啊，别人打过来给我说，哎，我找小明哥，我妈就是说，喂，你是谁呀？那个人就是黄晓明的女朋友吧。所以我妈一直声音都特别年轻。哦，好，我们也欢迎小明哥的妈妈，好不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另外一位世界拳王了，好不好？我们的邹市明，欢迎市明。大家好。我们轩轩爸爸哈。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家的，我的皇太后，也是轩轩浩浩的姥姥，我的丈母娘。干嘛说人渣？你有那个耶？多少透露出一些心虚有没有？每一个人，我发现每一个人就是带着长辈来，多少会有点紧张。是，对自己解释完，旁边哎。好，那个皇太后给我们问个好，好不好？啊，大家好，刚刚介绍过了哈，我又不介绍了。新年祝大家快乐！哇，好有气势啊！下面这位要特别介绍一下，因为他是第一次来快乐大本营，但是对于我们湖南卫视的观众朋友来说不陌生，特别是很多年轻人非常非常喜欢他。很多人喜欢他。我们这位韩东君，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韩东君，祝大家新年快乐。这位就是我的妈妈，也是我未来媳妇儿的婆婆。这个关系捋清楚了，说得很对。东君跟妈妈长得一模一样，这也真的是太像了。因为今天太像了，我有说妈妈的眼睛好大呀。因为今天彩排的时候，我就走过去握着妈妈的手说：“东君你好。”好久不见，来，我们掌声给妈妈啊！看妈妈要送什么祝福给大家。哦，拆礼物了。新年快乐。多子多福多甜蜜，健康平安乐开怀。哇，真好真好！这里面包的是啥呀，妈妈？多子多福，花生。维嘉特别坏，妈妈说多子多福，维嘉哇，里面包的是 Angelababy。为什么一说到多子多福，老朝我身上戳呢？哎呀，看妈妈这个，哇，十。这个多子，这个给我吧，这个。好，行了行了，放下吧，放下。哎呀妈呀，来享受，好吃好吃。下一位，本来想说给大家留长一点。杨威和岳母，好不好？嗯，我比较期待是杨威的解说。给大家带来的是湖南传统的特产，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何老师。特产，呆着你把何老师拿出来。一个小喝酒，就是吴昕爱吃的冰。哦呦，这个好，这个好。啊，这是我们传统的剁辣椒。的最爱，这是我自己做的，希望大家呢来年红红火火，万事如意。好，谢谢妈妈。好，看东君，东君和妈妈要给大家带的是什么？绣球。哎呀，好漂亮！你今天是要抛绣球吗？招亲，给妈妈找一个女婿。对，把那个尾巴找个女婿，找个男媳妇。周世明说帮东君找个女婿。这一个妈妈编了一天。它代表着平安。吉祥浪漫，哎呀，也代表着团团圆圆。给我留一个中国结，我觉得好漂亮。谢谢妈妈，我也要一个手，好漂亮，和和美美，甜甜蜜蜜。好，谢谢，请坐。好，接下来我们看市民，市民和妈妈要送什么给大家？首先啊，我们这个礼物呢，就是那个湖南台那个轩轩不是去了爸爸那里吗？去哪儿？去哪儿？去爸爸那里。
有在哪儿、啊、有这么多的观众喜欢他，所以我们趁这个大年之际哈，感谢大家对他的厚爱。因为前段时间萱萱录了一首歌叫幸福么么哒、哎、就是幸福么么哒，这个就是他萱萱和浩浩的亲亲大家。哇，好可爱，爸比妈比爆漂亮。有没有喜欢萱萱的他准备也喜欢浩浩的，三新年快乐、yeah! 好，谢谢妈妈们。大家知道呢，其实我们很了解的这些艺人朋友，其实在妈妈心目当中可能会不一样，他们有不同的这个评价。那接下来我们请每个妈妈呢给自己的孩子一个词一个字来评价，然后孩子们可以先来猜猜看到底这个哪个字是属于自己的，好不好？好，我们把那个题板拿上来看一下。好，那东京你先去挑，你觉得你妈妈给你的评价是哪个？好啊好啊，帅抠洁癖儿自立，还有一个是抠在里边。我觉得是儿自立。对，妈妈对吗？先不能说，现在先不能说、哦、先不能说。好，到市民，到市民。因为没有太多压力，因为帅肯定是这跟我们没关系的。然后你也帅啊，你也帅啊，他就是要 Q 我们说洁癖。有洁癖吗？还好了，那也是多少有一点了。哦，洁癖。好好，那小明，那个我妈从来没觉得我帅过，你妈还不觉得你帅啊？我不认为我妈觉得我帅。不可能，你还不帅。 我年纪一大把了，好吗？你妈妈看你那个眼光就写得你没有，我觉得我妈不可能这么说，她从来没夸过我帅。或者真的我妈都嫌我太大方了、哦、所以她一定不是说我抠。好，所以我觉得可能儿子力会多一点。我感觉韩东君应该是帅。哦，对，我没事，你就贴在韩东君的脸上。 可以的。哦，这样好，下面到我们杨威了。我觉得一个板子不够啊。杨威你肯定是第二个，除了帅就没有其他的了。帅洁癖儿子力都跟我很沾边。哎，洁癖有没有？洁癖没有，那我贴帅好不好、啊、太显而易见了，太显而易见了，太显而易见了，我的天哪！多亏这条围巾特别帅。好，如果选错了的妈妈就捶他一下，如果选对了的妈妈就拥抱他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肯定挨打。哎呀！拥抱我选错了。对了，我们一一来对，一一来揭晓一下，好吧？首先是帅这个啊，这个是帅，这个是获得拥抱了的，对，认证过的。哎，因为杨威在那个奥运赛场上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杨威是妈妈心中最帅和最棒的儿子。是不是因为他很帅，所以你才让那个杨云嫁给他？是的，好满意啊。好满意。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儿子力，因为有两个人的角逐啊，刚才一个抱一个打了一下。哎，东君的妈妈。那小的时候我就是总是背着他，然后呢就有一年他长得很快嘛，就是成长期的时候，从我的这个肩膀就快要碾到我的头了、嗯、然后说呀，妈妈好像再背不动你了，然后我要背背你吧。后来呢他就出国以后回来以后，他就每次现在回到家只要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他都是背着我上楼，所以我就觉得借儿子力很有力量的感觉啊、哦、儿子力好感背着上楼。哎，我出国上学嘛，然后我出国了大概五年，其实中途我都没有回来过。嗯，五年都没回来。对，然后见到我妈妈之后，我就觉得她比我走的时候老了好多。其实我心里我觉得特别不孝顺。啊，明白。因为没有陪在爸爸妈妈身边，然后每一次都在说，妈妈，我假期我想在这边打打工，啊，然后跟姑姑啊，跟爷爷奶奶在这边待一待。然后每次妈妈都说啊，没关系，那个你自己开开心心的就好了。嗯，其实挺想你回来的。其实是特别特别想我回来。每一次我跟爸爸妈妈视频完之后，我爸爸都会偷偷的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你妈妈又哭了。啊，所以我他好我就高兴嘛。对，是的。他快乐我就快乐嘛。现在所以他一回来他就背我。
表达方式很好，羡慕他爸爸，非常羡慕他爸爸，太胖他背不动。我爸爸最近在减肥，就为了有点，就为了能让我背他一下，享受一下这个权利哈。好，这是我们东君的这个，那我就很好奇了，这个对啊，小明是其实是放在那儿放错了吗？对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猜一下小明是哪个吗？看一下，哎呀，不可能吧？我为什么抠？妈妈，小明很大方的耶。今天小明还说要送我衣服。对呀、啊，他在这方面是大方的，但是他对自己是抠的。哦，为什么？因为他每次都把时间，放在工作上，抠出时间来，再放在另一个工作上，有时候都不睡觉。我也是抠，因为我跟那个助理都讨价还价，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那样让他多睡一会儿，太可怜了。抠时间，我们是要说这个不是抠门的抠。嗯，挤时间呢，妈妈早上都不忍心叫小明起床，每次就是看着卡的那个，只要是不晚，对，哪怕多让他睡两分钟，妈妈都觉得心里是个安慰。对、啊、是啊，儿子做这个工作大家都需要他，做妈妈的又骄傲但是又心疼。对，哎呀真好真好。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小明是在这儿了哈。那下面就是，那这个肯定就是我们诗明妈妈说的啦。洁癖，我说他是倔强，我写了一个倔字。哦，倔。嗯，因为说句老实话，他那个在这个年龄还在打拳啊，对我们全家，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有就是他的爸爸妈妈，都跟他说退下来了吧，不要打了。别人那个孩子也这么大了，岁数也大了，体力啊各方面都不行了。嗯。但是他不听。嗯，他很拼。所以说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太倔强了，他非要去拿那个金腰带。嗯，这是我们，实际上我们是不需要的。我知道，对，妈妈你要相信他是有分寸的，他有给他一点时间，他像他这样的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拳手，你要他立刻就马上就停止下来，他肯定他也会不舒服，所以你给他一个，那也是他向往的一个。我们只要他平平安安，其实我们不管成绩，就是希望他平安健康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会给孩子们出一个题，又会给妈妈们出一个题。给孩子们出的题呢，是考验一下孩子们是不是能够会唱妈妈喜欢听的歌。所以呢，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游戏，叫做《危险你唱吗》。危险你唱吗？游戏规则：现场分为两队，分别演唱两首指定歌曲，如果一人唱错，全队接受砸锅惩罚。每队最多有八次挑战机会，第一轮出征的是韩东君、杨温、李维嘉和吴昕，他们要挑战的歌曲是众人划桨开大船。这么攻击还认路，猴子们遗憾难靠边，白鸽们停留前翻筋，波涛在后岸在前。这首妈妈喜欢的老歌，前奏的节奏却意外的复杂。一只猪羔耶，他们能成功吗？好，
请问有相信他们可以过关的人吗？没有，没有，不相信。哎，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直接砸我们8次吧。不，一定还是要多少试一次，好不好？我好担心重蹈我们上次唱《爱你1万年》的覆辙。不会的，会更惨。准备，音乐起。高野，吼嘿吼，蓝渡望洋海，吼嘿吼。我什么玩意？什么玩意？什么玩意？ Oh, no. 怎么还是我？任性的台词说出来。你再跟他们讲一下规则，不要推我的这个。就是他不推我吧，我也会指别人。你推我，嘿，我还不走了。明白，明白，明白。好，准备。音乐，第二次尝试，加油！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妈妈的最爱，你会唱吗？哇，这个！思乡的人儿始终在外头。他不过是个重阳节，干嘛始终在外头？始终。被讨惩罚，他们怪招频出。蓝渡望洋海，吼嘿吼。9月9，你越让我指那边，我越不指那边。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集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我们节目是由指纹解锁更快的 vivo 智能手机。好，准备，音乐，第二次尝试，加油！想那个吼嘿吼，那个是你不要想吼，别想吼，那是伴唱，那个不需要，那个不是你要唱的。一人记一句没用，谁知道指的是不是你唱的那句啊？好，好 ，OK， 音乐起。小竹还大号呢，我从指到星星开始听。一颗小高烟。我听到开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说好了互相提醒的。好，第四次尝试了，时间过半，他们连第二句都没唱过去。何老师，何老师、啊，他们连第一句都过不了。对呀、啊啊，还有我有一个要求啊，就是我镜头指到谁啊，表情稍微从容一点。指到星星的时候，星，指头加油的时候。这歌词啊，我觉得为了开个好头，你第一句让韩东君唱，因为我觉得呢，能在前面不让杨威唱，就尽量不要让他，好吧？好，准备第五次尝试。闪牌了，我觉得吧，他有表
表情过于从容，从容到后面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没有，是因为突然忘记歌词，因为顺利的进入了卡住了开场唱的那个点，觉得已经赢得了全世界，过于得意，高兴太早，大意失大船。对对对，失大船。现在第六次了，对吧？那个、两句都没唱过。哎，一棵小树还没出现。好了，这样前面我会放你们一马，好吧？好。这样，你们一人记一句，然后告诉我顺序，然后我就偷偷告诉你。我是二，你是第二句，你还懂大话传？他是第二句，他说他是二。啊、第七可以可以的，来，没问题，音乐走。一只诸葛夜，哦嘿哦，南渡望洋海，哦嘿哦，众人划桨游，哦嘿哦，开动大帆船，哦嘿哦，一棵小树叶，哦嘿。不经风雨，对，百里森林游，并肩奈水寒，奈水寒。一家十四家百，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上场的是黄晓明、何炅、杜海涛、邹市明，他们要挑战的歌曲是《九月九的九》。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往后。这首歌也是妈妈们年轻的时候最爱唱的歌，看似简单的歌词，他们究竟会完成的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觉得我们一次就能过这首歌，很容易啊。这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啊。对啊，我一个都不会。我那个年代的歌，你太年轻了，所以你没有听过。好了，我觉得海涛对于这首歌太年轻了，我要去换个队员。收题板了、啊。收走了。收题板了。太难了，你快加油啊！你可别那个什么啊！好，来，准备。危险，你唱吗？开始。掌声鼓励。这是要跳，对。有时，哦 no， 咋？咋？那唱早了。他唱的是对的呀。唱早了。唱早了。顺遂说一遍就过的。我说的，我是说我一遍就过，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还有一样的队友啊。好嘞。第二遍就过了，还是在小明这里开始好吗？小明不要慌，还有一个八拍啊，两个八拍啊，来，他一直我紧张了。来，激情的跳起来！别急，市民眼光呆滞，好长的前奏啊，这准备啊。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流浪在外头。Oh no！ 九月九，哎呀，九月九，哎呀，哎呀，咋的了？不是流浪在外头，漂流在外头，漂流。怎么思乡的人儿就要流浪在外头了？他是漂流，流浪是没有家，流浪是没有家，漂流是有时候有家。准备好了吗？第三次挑战，音乐起来。太好了，没有上当。不唱就赢了，这个没上套。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
乡的人儿。啊，等一下，刚才就周世明一个人没有被砸。思乡的人儿，他站在侧面，我从这里下来的，其他三个队友都被砸。小明哥这么不计较的人都过来搬你的这个墩子了，怎么要同甘共苦？第几次了？第四次了，来，预备，开始。这不像吗？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回家的人儿要。法是流浪，到底回不回家呀？开始不是我先唱的吗？我跟小明，我唱的。我跟小明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扎实，每一下都是，我这杠杠的，我这你知道，这脑子里面的回音啊，加着小明的响，哗哗哗哗，那是相当刺激啊。是哪？我跟你换位置，我不在这儿。思乡的人，咱们站中间。思乡的人漂流在外头。行，来吧。Music。这次能过，我有预感。娜娜，你别吃海涛了，求你了。都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来都记得了，到这几次记不了。我想说一下，这位同学要求我快指那边，快指那边。你越让我指那边，我越不指那边。又是九月九，你也能唱错？没有，我和小明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哪怕有一次是因为自己的错被砸，心里都没有那么难受。哎呀，只有两次机会了，还有两次，第七次了，加油。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始终在外头。又错，唱的很投入，错的很彻底。他只是漂流一下，他不是始终在外头。不是说漂流，他没有那么惨。小明哥唱的很投入，准备回下家的。始终在外头。我就想问一下，不过是个重阳节，干嘛始终在外头啊？明哥回家吧。最后一次了，一定能赢，一定能赢，来我们加油。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是漂流在外，是漂流在外，是漂流在外头。哇塞，我俩是圆梦了，终于因为自己被砸了。我没错，我是思乡的人儿，是漂流在外，思乡的人儿是漂流在外。对呀，这样，我申请一下，这个算我们挑战失败，但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们就认真唱，真的，好不好？我们认真唱一次。我不用看，我知道，人儿是漂流，我来，是打算是始终。你把这个给观众看，让观众到时候跟我们一起合唱那个副歌，好不好？观众都不用看就会唱，观众才不要看呢。我觉得我们一次就能过，这首歌很容易啊。我是说我一遍就过，可是我没有想到我还有一样的队友啊。就是哪怕有一次是因为自己的错被砸，思乡的人儿始终留在。对呀，始终留在。对呀。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首，思乡的人儿漂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更忧，回
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Yeah. Oh. 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他乡没有烈酒，没有。的手指绷住了我的，绷住了我的，绷住了我的。大姐还有一个小黄手。好，非常遗憾，我们这组没有能够过关。太难了，太难了。对，要我们去唱我们熟悉的歌曲很容易，但是要唱妈妈们喜欢的歌曲，你看大家就觉得。但是问题是，虽然他们错，但是妈妈们听得开心、啊。对呀、啊，这个就够了，对不对？好不好？我们不管自己习不习惯，我觉得新的一年我们多做一些让父母开心的事情，好不好？来，谢谢大家，谢谢。接下来就要考妈妈们了，我们有几个精心出的题目，看看孩子们能不能为妈妈们争取到答题的机会，好不好？来，接下来任意门搬上来。任意门之年轻人语境大会考，四个儿子们与快乐家族组成搭档，在音乐的指令下开始舞蹈，由何老师给出口令，喊到的数字即为钻出的门号，先钻出门的人为自己的妈妈争取到答题的权利，如果妈妈答题错误，则由孩子们继续争抢答题权。这是一场既考验孩子们体力，又考验妈妈们对新兴人类了解程度的较量。妈妈每答对一题累计一分，比赛结束根据积分赢得新年福袋。各位朋友，为了妈妈们的新春礼物，快快加油冲刺吧。任意门的游戏，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快乐家族的主持人和我们的四位帅哥已经组成了这个队伍。无心与无心，无心胜有心。无心无心，你怎么没告诉我？你告诉我一下。现在韩童君非常的开心，但是呢，我不得不冷静地提醒你，在这个游戏当中多一个无心跟没多是一样的。不一定。不一定吗？星星在这个环节很厉害。很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就是他好几次都是前面两个冲出去的，他跟海涛。哦，对对对，因为大家在争夺的时候就是忘了他的存在。对，他比较瘦小，海涛跟我在一块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他可以把王挡别人，对，劣势就万一他卡在那我就进不去。你刚才说这个游戏有我没我都一样，韩东君说那不是缺心眼吗？他们这个无心的无心战队已经在内部瓦解了，好不好？好，这个时候妈妈就有压力了，因为可能小孩呢拼死拼活都冲出去了，结果一到你这答题你没答对，小孩就等于白冲，所以好不好？我帮你们放轻松啊，这个希望各位都有好运气，好不好？准备，放松 ，New Day。请大家离门远一点，跳起来。二号。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三号。小明哥，你就是被这个书包给困住的。志明动作之迅猛，你一样的柔顺。张天爱、盛一伦、于朦胧、郭俊辰热力助阵。我的妈呀！那我妈妈这么难。反正我猜的。看到刚才是妈妈跟我撒娇吗？笑哈，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集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节目是由指纹解锁更快的 vivo 智能手机。谢谢谢谢。任意门的游戏，准备。
放上 New Day。二号，二号，二号。哦吼！真的拳王就是拳王，动作之迅猛，他跟鱼一样就游出来。你们有人，我看到你们其实每个人都反应过来要抓他。我刚才是一起往过冲的，因为我还在他前面一步，然后我刚还在空中他就出去了。因为其实我刚才喊门的时候，我是看到娜娜离这个门最近，但后来我发现市民几乎是穿出来的哈，非常快，运气好，运气好，运气好，是不是？好，那虽然一下子穿出很多人，但是我们以第一个出现的人为例，所以呢，市民的妈妈来出场，来，妈妈，请看那个屏幕，我们是一道视频题，请看。干什么？还我！你想要吗？想要就来追我呀！你来追我，如果你追到我，我就让你……是你，你来做什么？我想问一下，你们这里有狗粮吗？请问为什么这个年轻人需要狗粮？ A 因为有一种年轻人喜爱的零食叫狗粮。 B 因为他在找丢了的狗粮。 C 因为他养了一只很可爱的狗。D 因为他认为自己单身的样子像一只小狗。好，妈妈请选择 ABCD。 五四三二一。好，妈妈选择了 C， 这个回答是错误的。好，妈妈说因为他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狗，这个思路非常妈妈，好不好？非常妈妈。好，因为这个题呢，我们还有一个争夺的机会。音乐，有山有水有树林，人家深情听我梦无落水也不更划分。一一一一真的拼了力了，然后我就感觉一坨从我脑袋啪就过去了。我不知道有是小明的腿还是杨威的腿，就是你们这个有一个人身子头在这边嘛，腿已经到这儿了。韩东君拉的，韩东君特别轻松，他拉着那个腿还冲我。
我就一个感觉，腿和人脱离了已经。最后看到猛的一蹬蹬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感到无心的存在吗？有感觉到他被压在了人群下面。好，这个题为什么这个年轻人需要狗粮呢？妈妈来回答。妈妈请选择五四三二一，选了 D。 回答正确。现在年轻人说呢，单身的样子很像这个小狗狗，所以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叫单身狗啊，就是跟妈妈说一下年轻人的这个说法。恭喜杨威，恭喜维嘉积一分，恭喜。好，下一题，音乐起。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nd. And here I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moon never got a million light.这位高原来的朋友，你好。好，这个刚才我和导演我们一边一个判断，最快两只腿离开门的是黄晓明。好，你们把这个门给你啊，我在后面拉晓明，那裤带系得紧了呀。哎，我一来何炅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把裤子系紧了，不然你很有可能是没有裤子出去的。没有，我不是这么说的，我非常，我说你要把裤子系紧，不然很有可能你出去了，裤子还在里边。好，恭喜小明妈妈得到了答题的权利。来，妈妈来，我们来看第二题，请看。你可知道，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在宫中待不下去，而你却无可奈何，是吗？九王，我最喜欢对那些自认为能力出众的人出手。你若是感觉有实力跟我玩，太子我不介意，奉陪到底。我会让你明白，九王我从不说空话。够了！你们两个以为自己是叶良辰啊？请问叶良辰的真实身份是 A 西北大学大学生， B 秦朝开国大将军， C 冯小刚电影角色， D 路见不平老司机。大家不要提醒，五四，妈妈碰一个运气，三二一，我真不知道，随便猜一个，妈妈没关系，随便猜这个，随便猜 A西北大学大学生，这个答案正确。哎，小明哥对吧？妈，连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老听叶良辰，叶良辰，我真不知道他是谁。好，恭喜小明。对了吧？恭喜海涛，恭喜妈妈，这一战队积一分。好，现在1-1，剩下还有两支队伍是积零分。音乐起，加油。一号，一号，一号，
小明哥，你就是被这个书包给困住的。我就是背了一个背带啊。哇，好，那这样就东君妈妈赢得了答题的机会，恭喜。来，妈妈，请看第三题，请看。嗨，大家好，我就是你们最喜爱的时尚达人。今天我要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非常时尚的空气刘海，把你拇指夹住，放在额头的中间，这样按压住。那只需要轻轻拿起你的剪刀呢，按你的拇指向上滑下去。哇，其实非常简单。我要剪喽。天哪，丑绝了！我也是这么贱人的。我发个微博，权威。请问，如果这位小帅哥想要转发这条微博，以下哪个格式是正确的 ？A. 凄凄惨惨七七四七七七 ，B. 晃晃红红火火二三三三 ，C. 九九九九九九五九九九 ，D. 微微五五哇哇八五五五五。为什么到我妈妈这儿就这么难？妈妈猜一个，无所谓。妈呀！哟，我们还想说我的妈呀！啊，啊，蒙吧。是一个蒙一个吧，因为确实是这个。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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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好，妈妈的选择是 C。不对啊，好，那我们就再抢了。好，我们来。不怪妈妈，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真的。好，来，音乐。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每一次防守的这个主力都是黄晓明，然后他每一次都没守住？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杨威妈妈来得到这个答题的机会。 C 已经被选了，那么在 ABD 当中您要再猜一个，到底是凄凄惨惨凄凄晃晃红红火火，还是威威武武哇哇？妈妈其实啊，真的不知道。我知道，因为妈妈，我看到你眼睛里也确实是空白。蒙一个，蒙一个，妈妈蒙一个。好，蒙一个。好，妈妈选了，妈妈选了 ，B， 红红晃晃红红火火，为什么选这个，妈妈？这个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猜的。所以大家都看到，刚才是妈妈跟我撒娇吗？公然跟我撒娇，对不对？推开我的麦克风，拒绝作答，对吗？妈妈，恭喜你，这个答案回答正确。因为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二三三三三三这一组数字呢，是一个大笑的表情，就跟刚才那个小哥啊，那个哈哈哈哈那笑的表情是吻合的，所以这个格式才是正确的。好，了解了哈。好，现在是二比一了，对不对？杨威在家庭是积两分了，嘿。好，来。第四题，题目已经不多了，音乐。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有空间，下面有空间。好，吴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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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吴昕，好，现在小明的两个胳肢窝里各有一个女人，各有一个女人。哇！因为娜娜头快被挤炸了。好，恭喜小明。好，慢慢来，第四题，来，请看。我新下了几个软件，超好用的，我们来自拍吧。哎，瓜子没了，我去拿点瓜子。好。请问这个表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A 友好的打招呼， B 我很想念你， C 我有些嫉妒你的才华， D 你我友谊走到了尽头。好，来妈妈来猜，大家不要提醒，让妈妈猜一下啊。好，他对他有一个这样的手势，太子做的。你经常用的微信里面有这个表情啊，你还给我发过了。因为发的时候旁边有中文字写着那个是什么，所以妈妈就知道。你看那个人笑得很假。好，妈妈在消化儿子给的这个提示，笑得很假。妈妈选择 D。 还蒙对了哟。哎，我觉得妈妈的这个运气太好了。对，带和带之间还是真的是有趣啊。你看这个问题答案出来，所有的观众，年轻观众都在鼓掌，这边的妈妈觉得啊。对，这个其实这个表情是再见的意思，就是表示友谊的拜拜，对，有劲的意思。好，恭喜。好，小明和妈妈又提一分，最后一题了。哎，零分家庭要家庭加油了，好不好？零分家庭，最后一题，音乐。就被所有人全世界挡住了。好，刚才我们看到韩东君从小明哥的身上一跃而出，赢得了这次答题的机会。那么现在就希望东君妈妈遇到容易一点的题目哈。来，第五题，请看。姐姐姐，低一点，低一点，还低还低。对，把腿拉长一点。已经很低了。高一点，高一点，高一点。有没有妈豆的感觉？这样帅吗？好吗，好吗？我拍的好吗？拍的美吗？哎，你别晃了，你用的要不是 vivo X6， 我都怕我拍不到你。哎呀，放心好了， vivo X6 超快的，再来一张，再来一张。我已经拍好多了，你自己看吧。哇，这手机好棒啊，把人拍的好美啊，都不用修图。哇，赶紧发，赶紧发，好棒哎。请问大家所回复的呵呵是什么意思？ A 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赏， B 一种只可意会的无语， C 一种长辈对晚辈的安慰， D 一种强烈的自豪。好，妈妈，妈妈，这个题相对来说我觉得没有那么难啊，大家都回了一个呵呵。妈妈不要有压力，凭你觉得 ABCD 你觉得是哪个，到底是赞赏还是无语还是安慰还是自豪？妈妈选择了 B。回答正确。啊，现在这个呵呵可能是大家对自拍的一个最普遍的回复了哈。好，恭喜。
那现在我们的排名是怎么样的？有哪个队伍没拿分数的？哦，周志周志明没拿分数啊、没关系啊，我们依次来发福袋，好不好？首先请妈妈和孩子站到一起，站到前面来，好不好？好，大家可以打开看一下，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里面我们是有寓意的。我们今天呢，给妈妈和孩子一人送了一部手机。很多孩子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学习的关系，会比较长的时间不能跟父母相见。在外多跟父母联系，不是有事儿才打回家，没事儿也要牵挂爸爸妈妈。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稍后看点。热门青春偶像张天爱、宋一伦、于朦胧、郭敬晨热烈助阵，他们大秀舞技，人体拼字嗨翻全场。我是一横一撇，嘿，啊，不对不对，敬晨你再别动，不是大，不是大，来往下走。啊土啊，将军土，再一个就是我们最强大脑杜海涛，是不是小三儿？铁恒大那边一个口，哎呀，我现在大也知道了，我也知道了，一直在说这个字儿，你什么？哎呀，我不知道。大本营陪你一起闹新春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下集更精彩。vivo 智能手机快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非常美的一段出场表演，而且里面有剧情的感觉哈。我们请他们来给大家打招呼，首先盛一伦先来吧，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盛一伦。现在心情是怎样的？现在心情是怎样的？心情很高兴，很高兴。你以前看快乐大本营的吗？看。最喜欢哪位主持人？都喜欢。还是有备而来，对，思考了一下啊。好，接下来是我们可爱的天爱，掌声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天爱。你们打招呼好简短啊，祝大家天天快乐，爱意常驻。哎呦呦呦呦！天天快乐，这是一个藏头诗。有没有加起来就是天爱？天爱，而且还有快乐大本营的快乐常驻，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常驻快乐大本营。那就是。
前面再加个张灯结彩嘛，就是张天爱。好，下面呢是我们于朦胧同学，欢迎。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朦胧。好，下面是我们刚刚满十八岁的可爱的郭俊辰，欢迎俊辰。大家好，我是郭俊辰。要去哪儿？是要起飞啊？郭俊辰，你咋不上天呢？你觉得娜娜姐姐好看还是天爱好看？我觉得我好看。偶像包袱都抖了，好棒啊这个回答。那今天呢，我们会跟我们这四位呢一起玩一个游戏，再加上请出我们刚才那四位年轻人，我们一起来给大家拜年。人体拼字游戏规则，现场嘉宾分为 A、B、C 三队，每队分别派一人猜字，另外三名队员用身体摆出汉字，限时五分钟内猜对字数多的队伍获得胜利。究竟哪队更胜一筹呢？这一轮要参与的对象有维嘉、盛一伦、杨威、以及我们的猜字英雄邹市明。同样是五分钟的时间，看看谁能够猜得更多。来，哇，好帅啊！加油，加油！好，计时开始。好，这个简单，这个简单，是左右，一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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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上下左右的。就这样，就是这个。哎，这样呢？三个口吗？哦，就金金金，对对。哎呀哎呀，这个简单，这个简单。这样，你坐上面那个，这个简单，这个简单，对，好，对，好，哎。你这样手这样举起来，对，好，我就这样。这是一个这样，一瓶的，这样，一瓶的，对，耶耶耶耶耶，哎呀哎呀，我们做这个容易，这个简单，这个容易，来，哎，对，哭，哎，对，回到这里，耶，这个简单，快，这个脚脚丝的，对，不是，然后。哦，对，我知道，一竖一勾，不是这个一撇，然后这个手啊，一撇，你这个右一撇，下，哎，好，一撇，这个头跟手是这样来的，头，看到没有？哦、你俩摆了吗？再摆，别急，这么近一点吧。这什么？这我。我要怎么着来着？可以，维嘉是对的，收获的收获。一轮你只需要摆那个就行，你上面一个圈，把腿打开。我这边你知道了吧？结构，我这个结构，一个圈，一撇一撇一勾，然后这样是对的吗？冯老师，我是对的吗？你是对的，维嘉是对的。我不，你维嘉你反了，维嘉你反了，这撇要在这边。对，反过来，哎呀，好，这下去，哎呦，好清楚啊！我不光是一撇勾，这是我还有个宝盖头，这是一撇一捺的吧？一撇，这边勾，我还有个，维嘉是一撇一捺的吧？一撇一捺，对，它是一个柚子，就是我一个宝盖头，这是柚子啊？对，哦，是饭，饭，啊，走心了，好，哇，左右还上下，你还是把那个人，你说你把那个人就行，你把那个人，一轮个子高，摆上面这个，对，没错，好，非常好，脚伸进来，戳到肚脐眼，脚伸直，对，那我呢？你坐呀，对，很好，非常好。这是个子吗？个子？没有头，哦、没有头，我这样，哎，好，他包住我了，耶，对，哇，这也太难了，你们俩搞那个脚，对，我们俩做这个，杨威你坐直，对，把那两只手摆出，哎，好，因为它有空间感。我们对了吗？这边吗？不会是往那边，上面是个柿子是吧？不是柿子，它这个腿是横的啊。这边吗？来摆平一点，然后这个朋友，我这儿开一点，不是在有点吗？有点吗？上面点吗？上面两个点，过吧，过。对的吗？这个太难了。哎呀，哦，来，这个容易。哇，哦，一个木，哎，对。剪，对了，好，时间到，剩一轮你要走一下。A 队配合超默契，一共猜对了六道题，不知道 B 队能否超越这样的好成绩呢？我们的蓝队，那就认识何老师、韩东君、郭敬辰，然后我们猜字的是于朦胧同学。你伸到高空当中来猜他们拼的字，好不好？好，加油！来，请就位。哇，五分钟计时，
开水。哦，这个容易，这个容易。那个，我上面这个。二，不对不对。这样，对，来，弯，好，好，这个太拧巴了，这个，把这个升起来，升起来，没事，不是，不难，不着急啊，好，不难啊，这是一横，我是一横，一横一竖，巨大的巨，巨，这是有，这里有一竖，盖，对了，盖。这个容易。那个，俊辰，你放下面那个，你做那个，你做上面还是做那一大的那个？你是上面那个是吧？好，我是上面那个。俊辰，你在干嘛？我这么短，你要我做下面那个？我是一横一撇，我是一横一撇，嘿，那个。横撇儿，咱俩换一下吧，你比我长太多了。横撇儿，好难啊，这个字啊。这个太难了，俊辰，你再别动。什么？会。不是上中下结构啊，对，如果猜不出可以过掉，过呗，过了啊，过，嗨，哎，这个容易，嘿，这个容易，来，你是那大，然后那个俊辰来，我咋办呢？人，何老师是比的人吗？我这儿头是没有的，头没有，我的头叉八宽 yes 宽。这不容易，压力太大了，在上面。这不容易啊！我是那个下面的那个，你是下面那个是吧？那你这样打开一点。好，来，东，我的头不算啊。往我这来，俊辰。我的头不算啊。我的头不算。头不算，太拧巴了。这里有个点啊。头。不对，这是什么？脑袋、头发，对，发，对，哦，这个简单，这太好了，哎，太好了，来，东君你来，中间那个最长的，俊辰你要上面那个，我下面那短的那个，俊辰你快，我俊辰来，你三哥要受不了了，好，来，手，哎，好，非常好，来，鱿鱼，鱿鱼丝奶，你反过来，宝贝儿，你面向我，对，哎，对，对，然后把手往上摆，哇，这个手，给我，这样，对对。这样，俊辰你是？哎，对，好，这脚打直，哎，好，这是个勾，哎，勾往里勾，是，这里是这里伸直，白死，这里伸直。听说何老师，我只是一横，听声，哈，听声什么在马？对了，马，我去，这容易，真的容易吗？来，啊，怎么着？哇，好，非常好，好像想用这一招了。东君，你放大招了是吗？哎呦，你在旁边干嘛？哪抽筋了？来，你不需要这样，宝贝儿，你是上边的。来，东君，你刚才做好那个哈，你是这两环，对，坐直，它有一个纵深的概念，往后坐一点，好，这样，哇，什么？来往下走，土。你是土吗？是土，它是头，对不对？它是土，你记住啊，它是土。然后你来，东君土，不是你来啊，土下面，你只要做那个一横一竖，竖横，对，把这个手，好，这个手，然后我是这样的，嘿，你看，特别容易。是行走的走，漂亮，爱你。好，哇，这个容易，哎，好，你看我是这样的啊，折，打折，然后你负责那一个竖，穿吗？不是，哎，有点，哎，我这个，你让他负责，你看我是，你打折，啊，对你打折，没错，打折，我是整个人扭着的，三，九，九，对，时间到，哇。太棒了，一开始 B 队失误连连，后来渐入佳境，没想到也答对了六题， C 队的压力山大了。接下来红队上场，红队要上场的选手有黄晓明、张天爱、吴昕昕，而猜题的是我们最强大脑杜海涛。
哎，这是那啥？最重大脑吧。五分钟的时间，海涛升空。好，你好像个香肠。好，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好，准备。哎呀，快点吧！哎呀，五分钟。哎呀，我好害怕它掉下来。计时，开始。哪个？怎么呢？我。穿。对。背啊，财。啊，钱。啊，小明哥，你咋了？不是，你这样是吗？这样，你把腿这样。打开，这样打开。啊！哎呀，哎呀妈呀！一个圈，手握着这，哎，对，看，看。啊！这是啥？两个口。你看它是两个口，连着的。啊，这边两个口，然后那边。两个口是连在一起的。两个口，然后是日。日对，这边呢？阳。阳。不对。阳啊，阴。日和什么在一起？阴。日和什么在一起？月。月在一起。日月明。好，回到正确，下一题。小明哥，别动！啊，继续，我继续。啊，日，再看这边。好，阴。不，好，别急啊！哎呀妈呀！哎呀，哎，你好粗鲁啊，吴昕。好过来，你干嘛呢，吴昕？哎，这边，那个是一个折。哎呀，我知道这边一个日，那边一个寸，对不对？对，那什么字？把这个点完。不知道啥字。尺，他不知道啥字，一个日一个寸，什么字？时，对，时间的时，时间都去哪儿了？这个容易，这个容易，这个好编，这边就一个人，对，我是男的，我坐那个，你们两个女孩坐那个，这个好容易，来，对，一人坐，天爱很棒，但是你好像反了，反了，朝我这边，对，朝我这边。好，对，漂亮。哎，欣欣，快去抓紧时间。我知道是一个折，是不是？对，一个折，横折，是不是？哎呀，反了。对，啊，脚是这样子侧，是不是脚三儿？不是，是不是脚三儿？弯过来，对，哎，对，他俩是不是脚三儿？对，好，可以了，可以。引，啊，对，漂亮。海涛漂亮，吴昕你在引导我，你俩这个容易，这个容易。啊，这是反了，我这边只需要一个人。对，坐起来，他在空中看到。哎，对。那我是那个下面那个。是个口。对，这是个什么？吴昕是个大。对，上面是个杠和面。哎，等会儿啊。无了。哎呀，哎，你看出头一点点儿。我这个大跟它是连着的，没它的头啊，头不要。哎呀，哎呦妈呀！头不要，手要。没有头，没有手，一撇一划。有手，没头。有手，然后那个小手也有吧？啊，都有。等于这是一撇。撇。这是一横。它是啥？撇横的，那么一个口。撇横的，哎呀，太着急了。你知不知道？小明哥就只是一个口，对不对？对，只是一个口。然后你是。哎呀，我现在大也知道了，口也知道了。哎呀，他我不知道。一撇一横。你一直在说这个字儿啊！你一直在说。你就说出来。一直在说这个字儿。小明哥，你什么哥？你刚才说你小，你不什么？你怎么？这个你说你不什么？你不什么？哎呀，我不知道啊。回到正确，是回到正确，下一个字。回到正确啊！这个容易，这个一个人就行。这个一个人对，天爱自己来。那个一个人行吗？是。对，漂亮，漂亮，嘿，女，对，好，这边女，这是什么提出来的？这边一个女，那边一个好。什么？你是个女字？不是，伸直就行。奶。哎呦，漂亮，嘿。这边一个女，然后上面一个。哎，这样，这个脚也管用啊，这个脚也管用。来，把头给我。头给我，把头抵着吴昕的脚，这个身体做一条直线，不要让他手平了。对，这边一个女，那边一个，欣姐是个横，是不是？就横竖横，对，再一勾，什么？女，哎，那个好啊，飞，OK， 再来一个，好，最后一个来。对，直接画那个勾，然后那个包起来。对，小明哥包起来。小明姐很好，小明很好。好，这是一撇是吗？对，这是一撇。啊，吴昕就是一堆是吗？对，一堆。我是这样的，你看我这个吗？我是这样的。啊，是
包啊！我对不对？对啊！我一看就知道是包。你看我一看就知道是包，快快让剑下来！给你包。在 C 队的不懈努力之下，竟然同样答对了六题，这次的人体拼字难分胜负，期待下一次的挑战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有两份特别的礼物，在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要送给大家，我们稍微收拾一下，马上来为大家送礼物，尖叫掌声。健康快乐真的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对不对？所以把这个节目也作为我们的礼物送给所有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另外今天我们还 给大家准备了大红包，接下来我们就请长辈带领我们发大红包好不好？红包来喽！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马栏山民众票选《快乐大本营》未播出片段，2015压箱珍藏，但名额有限，只空四席，谁能入选？候选一：简笔画板成语听写大会，黔驴技破，越俎代庖，一个傻狍子。对阵妖娆版就是不一样，小鸭铁扇妖娆，妖娆，我居然不适合玩这个游戏。候选二泼水版头脑特慢队，石头剪刀布，有点跟照片人不一样。对阵金叫花哨击鼓传花，海涛的优点有什么啊？大碴子味，好多女孩子喜欢的。那个自己都想不起来，随便了随便。哎姐呀，候选三云中歌水杯跳绳，你们刚才弄的假睫毛掉了，赶紧许愿吧。没有我的六姐最傻的，也把到处都搞湿了。对阵花千骨意外骨折，花千骨骨折了，迟到了水星救援，这套程序记着啊，也许还要再来一次。所以你再求求你来一次吧。1、2、3，究竟哪些明星能和大家再度会面？主持人该如何取舍？这太难了，这么好看，好看，这居然没有播过哎，难怪这一年都没怎么涨粉。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播啊。下周六晚，让我们勇敢一点哦。好的。
那么在猴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也借这一期的快乐大本营送给大家新春佳节的祝福，同时呢也把我们的祝福送给今天各位来宾，祝福大家在猴年所有的工作都顺利，同时呢家庭和美，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所有快乐大本营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好的，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母婴品牌红色小象、飞鹤婴幼儿奶粉和你好漂亮对我们一整年来的大力支持，谢谢。大家记得快乐大本营就是旋风小组哟，多多加油。